我们还没有一张全家福，这已经是新一陪我们的第六年了。我们今天要带他去拍全家福。女大，我头发是不是有点怪？怪，怪好看。你咋不信？真好看。菲菲一直是一个不能坦然接受赞美和夸奖的人，所以别人花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事情，在他这儿我要花十句、二十句才能让他相信，她真的很美。哥，给你和小姐姐。OK， 谢谢，感谢啊，待会儿正好。拜托你夸夸他。来，到我这，对 ，OK。菲菲，这就是挺乖的。菲菲很乖，看我这，菲菲很乖，漂亮。哥，菲菲是这个是新衣，换第二套造型了。妈妈很快了，新衣都等不住了。哦，别难过，这是男人的必修课。累不累？给你留的，你和他们都不一样。这是瑞幸咖啡联合大话西游推出的大话西瓜拿铁，还是你最爱的零卡糖，爱你一万年。这个好好喝，是那种清甜的西瓜味儿。好了，才华，该工作了。你说以后心仪如果不在了怎么办？不准说。嗯，心仪，你看心仪不让你说。不说啊。嗯，不说了。这不是漫画男主吗？所以女生真的是越夸越漂亮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心仪累成小狗了，真的要睡着了。他，哎呀，真睡着了。